各位观众朋友，现在我在街上随机采访大家的新年愿望，来跟我来。啊，这里有位师傅。师傅啊，新年快到了，嗯，请问你有什么愿望没有？什么愿望都可以。哎，能打那个马赛克吗？脸上？哦，这个不能。是那么小的愿望都不能实现，还愿望个屁呀、啊！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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